今天要做这个题目，然后拿收集卡片，然后到处换卡片。Did you say thank you? Motivated. Where is your mother? Okay. 大声。Thank you. You're welcome. You need. 还会在这儿呢。You see? 我帮你看。Yeah, give me five. 超级大的猫咪。哦。啊。超级大的猫咪，看到了吗？小明，你在每个台阶之间进行一个踏步，真是很有创意，宝贝。感觉看起来好快，看起来很快。Knock knock. Hello. 这边要放饭的。回家了。回家，这是你的家呀，明明。这么开心呀！我感觉，我感觉要骆驼了，骆驼。骆驼，爸，怎么回事？因为隔壁有车车过来，就会晃，对不对？我看见骆驼在下边。明明这个耳朵很可爱啊，我觉得。猪八戒，哎，好可爱！猪八戒耳朵了，小明明。嗨。今天下一辆车过来的时候，你跟人打招呼，你就说嗨，好吧。Papa 说有什么口号吗？你说 Chase is on the case。Chase on the case. Chase on the case. Good job. You did it. 我们坐下吃饭啦。因为到了饭吃饭的时间，所以先带小朋友们一起来吃饭。哦，这位是今天的同学一分，一分 say hi。好乖，这是明明之前的同学叫 Stella。然后我们的林曼的。堂姐，好巧呀！因为我们是那个学校开学第一天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去看班里的情况，然后就遇到林曼的堂姐，那你特别巧。然后他的儿子正好跟天天是，就伊藤正好和天天一个班。然后他们家妹妹是叫 Stella， 是和明明之前是在一个班的，然后现在升班了，所以就很巧。这里公这个动物园这里有一个小小的 playground， 之前呢这个地方是关着的。然后是今年应该才打开。Go！ 来看一下我今天的穿搭，上衣和这个短裤都是Nike 的。Nike 这名牌我知道，这我知道。然后我买这件上衣是因为我本来看到一件 Jill Sander 的，就是这个套头纱，这样白底然后黑字，就上面写着 Jill Sander。就很简洁，但是它那个卖530刀，我想说会不会有点太贵了？然后后来我就看到这个耐克了，就我想说，哎，这不巧了吗？就正好就是个平替啊。那你啥都没，优衣库的更便宜。这你在干嘛，明？怎么了你？站起来，宝贝。你在干嘛，宝？好。你咋了，刚刚？怎么掉地上了？就是歇会儿，现在已经觉得好困好累，因为是下午2点啊，然后就觉得很困。有个 mountain lion。跟大家说一下。妈 ，mountain lion 的 Chinese 是什么？美洲狮。美洲狮。美洲怪人。你等会儿，哎，甜甜，你跟大家说，你上次你小的时候来这儿看。看大象，看到大象怎么样了来着？你刚刚跟妈妈说的。不知道。大象变成了什么？大象变成了恐龙。天天居然还记得。然后刚刚我们去看大象，天天就说妈妈，我小的时候来这里看到大象变成了一个恐龙，我还想看一次。天儿，你说大象变成什么了？这大象每次把鼻子一伸长，然后就伸到上面那个沟，天天就会说。变成雷龙了，又变成雷龙了。你是在欣赏自己的美貌吗？啊，你是在觉得自己很可爱吗？这个真是他自己要睡觉了，他困了。这个宝也挺省心的，这个宝是要省心时间关上睡觉了，他就说奶奶啊，奶奶睡觉吧，奶奶。走吧，跟你走一走。我天哪！天天，他折腾人了，天天。你录一下行不行？哇，这身上脚底下好大呀！哇，他真的很大，他在水里看着感觉更肥大。
谁丢的一只小袜子，好可爱啊，在缆车上丢的。我又到缆车上啦。哎，你说的是，是的，是撞到沙滩上面以后飞出来的小石头，然后就绕着沙滩，然后变成了沙滩的 ring， 就是。今天最近在学那个关于、太空的知识，就 space 一些的知识。哦、okay. ，所以他有时候他就会跟我说一些我不知道的知识点。OK， 欢迎。刚刚魏雨辰谈了一些什么？他在说什么？那个 ring， 他在问土星环是怎么形成？对，他跟我说，他说那些环是那个用石头组成的什么吗？我想要打架，看起来挺温柔的，其实脚点在一起。那个羊也来了，那个羊是来拉架的。没有。别打了。找村长。Are they all girls？哦，这样哦。They all have horns. You can't tell like. 那是为什么？喂呀。哦，你喂这只吗？好，你去喂看看，你去喂它看看。你现在想吃吗？哦，它放在那里面，对，放到它的饭碗里，它自己就吃了。放一放，好，叔叔再给你，好吧，叔叔再给你一些。两个人为了谁要哪个颜色的冰淇淋又打起来了。魏雨辰刚刚消失一段时间，然后我想说是去哪了，结果是去给我们买冰淇淋去了。跑了很远是不是？很远，应该是跑了很远。排长队。给妈妈吃一口呀！有没有人要给妈妈吃一口 ？No。真的吗？给你吃一口。好，谢谢你，宝贝。尝一口。尝一口。好吃啊。嗯，好吃呢。谢谢宝贝。我是巧克力的。你给我吃一个。我这个巧克力。两个孩子没有睡午觉，尤其是明明还在那生龙活虎的跑。然后那个我一个朋友一家已经回去了。小学姐，李小学已经无限疲惫了，溜啊溜的。我得扶着你，这有点滑。我把你抱上去怎么样？我可以上去。哦呦，你好厉害。Peanut or coconut？ Coconut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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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拿到糖了。哦，好好好，只能手只能拿糖了，立刻打开开始吃糖了。好吃吗？像，你跟逗小猫似的。你真。我们买了票，准备坐这些你知道游乐设施。耶！耶！今天上车秒睡，这玩已经五点了，这终于撑不住了。不错，你看，行，我就是担当起了开车的重任，这样小熊可以睡觉。你刚睡起来，我看你总是拿着天天的口罩。天啊，你们都还在睡。宝贝们，今天我们要去哪里？你们知道吗？小火车公园。哎，不是小火车公园，是坐托马斯小火车好吗？真正的托马斯小火车好吗？真正的，不会说话的，不会说话的，不会说话的，可以吗，宝贝？可以，而且不会说一点点话。对，那你们两个要 dress up 可以吗？可以。dress up as 谁呢？坐火车啊。Mickey Mouse， 你们两个会是两个小胖乎乎的 Mickey Mouse， 很可爱的，好吗？然后拎着小篮子，我们去 trick or treat 好吗？老鼠就是 Mickey Mouse。对啊，就是 Mickey Mouse 是小老鼠啊，对啊。哒哒，我们小米奇出动啦！
满脑子只想着吃糖，不想要糖。好，走，我们现在去吃糖。找个座位去。找个座位，我们坐下吃糖。走。吃这个吧。你为什么管这个叫 lucky 啊？因为你要吃紫的。今天管这个糖叫 lucky、啊。你觉得能有人给你这个糖，你很 lucky 是吗？对。怎么了，甜甜？你在干嘛？你怎么这么开心？他们这个衣服就是手感摸起来特别舒服，超发软软。这是在 Pottery Barn Kids 买的，然后就很贵，在 costume 来说相当于是挺贵的。哎妈，世纪界的这一套100多呢。哎呦我天哪，咱得要多少糖才能赚回来、这套100多，然后再加上这个篮子，这篮子我也是专门在哦，还单独买的篮子，单独买的篮子，专门给他们配的篮子。我还说呢，这篮子很奇怪，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在 Walmart 买的。哪有米老鼠滴溜一米老鼠的脑袋的呀，这太奇怪了。是 Mickey Mouse 的呀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所以要有 Mickey Mouse 的篮子，对不对？爸爸不懂，爸爸懂懂懂，哦，爸爸懂啊，真是不能说爸爸，对不对？不让我说爸爸的坏话。爸爸是什么？今天科学家。妈妈是什么？拍照拍照。今天。咱就说冻的，我说好想也要一个 Mickey Mouse 的头套呀、啊，是好冷啊！米娅，你要吃谁的糖啊？我拿住的糖。我可以吃吗？不可以。哥哥可以吃吗？可以。爸爸可以吃吗？可以。我可以吃吗？可以。哎，为什么就不给妈妈吃啊？可以给我做一个座位。爸爸也不是啊，爸爸也不能吃的呢，是不是？爸爸能吃。那妈妈能吃吗？不能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不给妈妈吃啊？你告诉妈妈为什么不给妈妈吃？为什么？我们要走啦。就是哄他们说，一人可以吃，挑一个糖到车上吃。